奇怪，为虾米啊？因为你帮我做一点灯啊。买一杯饮料，但老板娘手动盖杯盖，还贴上胶带，整个店面又暗又黑，抱怨突然停电，好麻烦。无电，这都未到啊！我呢？你的一杯一杯杯数吧，没有了。被影响的还有这一间家庭美发院，阿嬷才刚洗头洗一半，结果突然停电，原本要来烫头发，计划泡汤，住户在家吃饭吃到一半，瞬间全黑，吓坏了。熊熊熊啊！我那边有电他们来的是电话无啊？啊，太无电了。好疫情啊，就像怎样停电那样，有人在过在过乡，然后我清理一下哦。高雄新兴区和苓雅区下午一点多突然无预警大停电，一共877户受到影响，一停电就停2个小时。台电人员紧急抢修，发现原来是地下高压电缆故障，更换线路回路后，3:09全数完成送电。无预警停电，还好遇到假日，让公司行号和店家影响不大。虽然暂时摸黑做生意，但抢修速度快，恢复正常供电。记者高雄总报道。我是刘佳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、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。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，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。当然，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